虽然天气已经渐渐凉了下来，不过还是依然无法阻挡女星们比美的节奏，尤其是引领潮流的韩国女明星们。日前 WannaGirls 成员薛美在参加时装周时着个性上衣秀出香肩，大长腿更是实力抢镜，泫雅着一袭鱼尾套装裙现身，直行优雅。 Tiara 成员孝敏近两次参加时装周，第一次着露肩装亮相秀出性感身材，第二次则换上清新卫衣，少女感十足，一双皮靴更增添了几分女人味。少女时代成员孝渊以衬衣搭配粉裙亮相时装周，白发实力抢镜。 Tiara 成员殷晶以衬衣搭配吊带裙的造型亮相，淑女范十足，美得不要不要的。 Mpink 孙娜恩着露肩装现身，秀出香肩与美腿，直性优雅。宇宙少女组合开启秀腿模式，这大长腿也是美死了。 SHINee 成员金启范一身灰色西装亮相，反戴帽子，炒范十足。